欢迎来到看见。无论是国王还是农夫，只要家庭和睦，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再过大概五个小时，又一个未来的国王即将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伦敦时间今天上午11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6点，英国王储查尔斯的长子、女王的长孙威廉王子即将大婚。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各种准备的最后的冲刺了。这场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室家族在21世纪举办的第一场皇室婚礼，据说将会吸引全球超过25亿的电视以及互联网的观众。王子的婚礼再一次成为了世人的狂欢。今天英国本土全民放假，预计将有60万民众在伦敦街头举行庆祝活动，而今天的伦敦大街上还将聚集8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包括英国本土几乎所有的电视台，更包括了美国 NBC、CNN 这样的世界重量级媒体。从今天凌晨4点就开始了，将持续数十小时的不间断直播，让全世界的人们第一时间看到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1小时15分钟的盛大婚礼仪式，新郎新娘和双方家人搭乘皇家马车游街返回白金汉宫，并在阳台上向民众挥手致意的全过程，以及皇家空军将从王宫上空飞过的精彩场景。再过5个小时，这场狂欢将正式开始，而为了这一刻，序曲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拉开了。The royalty convention seems to think back, the town census is for her. You can have all the Brad and Angelinas and the, you know, the Katy Perrys or whatever. When it comes to it, the coverage this royal wedding is already getting months before it takes place shows me once again the biggest stars, the royals. We both love the Yeah, where do we start? 10天之前，以威廉王子和凯特爱情故事为原型的电视电影《威廉与凯特》率先在美国上映，5天之前在英国全面亮相。Nothing will come between us. I promise. 电影里，威廉王子与即将成为英国王室第一位平民王妃的爱情，被形容为一个现实版的灰姑娘童话。Keep your legs firmly together. You do realize the 21st. 这部电影是好莱坞一家电视台专门为这场世纪婚礼造势所作，它的内容全部取材于10年间
媒体对两人恋情的持续追踪，而这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几乎是没有秘密的爱情。2001年，威廉和凯特进入圣安德鲁大学，媒体后来考证，两位同学很快交上朋友。2002年，媒体爆料，威廉观看凯特的性感走秀后坠入情网。2003年，狗仔队在橄榄球比赛中首次拍到两人的亲密镜头。2004年，在媒体的追问下，威廉第一次承认两人的恋情。2005年，威廉和凯特同时大学毕业，女王出席毕业典礼，次日的头条为女王首见未来孙媳。2006年，媒体报道准王妃凯特出席威廉的军校毕业典礼。2007年，媒体频繁传出两人分分合合的消息。2008年，媒体评论将威廉拍拖6年的女友称为有耐心的凯特。2009年，媒体透露凯特多次应邀参加王室的活动。2010年，媒体宣布威廉和凯特正式订婚。今天媒体见证威廉和凯特的婚礼。大婚临近，两位最大明星的爱情成为最畅销的商品。这是印有威廉和凯特订婚照的爱情马克杯，这是限量版的凯特玩偶，这是漫画小说凯特和威廉，甚至还有皇家婚礼清洁袋，印上这对金童玉女的照片就能卖出3英镑的高价。旅行社当然也不肯错过商机，推出精品旅游路线，吸引威迷和凯粉去观摩偶像曾经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还有4个多小时，这场以爱情为名义和卖点的全世界的狂欢即将达到高潮。不知现在的威廉和凯特是个什么样的心情，也许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己的事儿从来都不仅仅属于自己，总要向给世人共享。其实对于威廉和凯特来说，相比他们的祖辈和父辈，他们已经算是幸福的了。小王子可以自由地走向自己心仪的女孩，而灰姑娘也能够无拘无束地走进皇宫。这对80后的新人没有遇到那些古老的成见和苛求。在等待这场狂欢的时候，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皇室家族，在过去的百年间那些纠缠在理智与情感、婚姻与责任间的爱情往事。从那儿出发，或许我们能够看到一切都在改变，更能体味每一次的喧闹和狂欢的背后他们真实的情感。这是一场特殊的结婚典礼，没有合唱团，也没有华丽壮观的场面，但是每一位亲历者都会铭刻在心。英国教会认定这对新人无效，男方的家人都表示不会去参加婚礼，而且登报声明不给女方名分。直到2天前，才有牧师偷偷赶来为他们主持必不可少的宗教仪式。这一切都是因为新郎不听劝阻，执意要娶那名不严谨的女人。但是一位嘉宾回忆，新郎那几天非常高兴，活像是一个放了学的小孩子。这位新郎曾经是大英帝国人见人爱的单身汉，他像威廉王子一样英俊，却比威廉王子还要高贵。他就是威廉的大爷爷，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爱德华虽然生下来就是英联邦的未来领袖，但是按照王室习俗，父母把他交给严厉的保姆照管。乔治国王对儿子也非常严厉，正如爱德华自己后来描述的那样，假如他的衣服稍稍有点不整洁，父亲就会大发雷霆；如果他把手插进口袋，父亲则会下令把他的口袋都缝起来。
等长大成人摆脱束缚以后，爱德华很快就变得非常任性、骄纵而又魅力四射。God save the king. 1936年1月22日，乔治国王去世三天以后，爱德华正式登基。那一天，在王宫里一扇高高的窗户后面，一个女人正聚精会神地观看庆典。当礼炮鸣响时，爱德华不顾传统习俗的规定，走过去牵着她的手，和她肩并肩站在一起观看自己的庆典仪式。这个女人就是来自美国的沃利斯·辛普森夫人。莫里斯出身卑微，姿色平凡，却拥有特立独行的品味以及络绎不绝的追求者。在中等学校期间，他迷恋过同龄的大众偶像英国王子爱德华。毕业以后，莫里斯步入世俗社会的婚姻。他第一次嫁给了一名飞行员，第二次嫁给商人辛普森。在跟第二任丈夫来到伦敦以后，辛普森夫人不久便在朋友家遇见旧时的白马王子，并成功地吸引了爱德华的注意力，成为他唯一的女友。登基典礼半个月以后，国王在爱河中已经无法自拔，开始谋划跟辛普森夫人结婚的事情。英国从300多年前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没有实权，但国王代表着国家形象，整个王室也承担着树立优秀公民形象和家庭模式表率的职责。爱德华选择的新娘是个外国女人，结过两次婚，而且还没有离婚，这在那个年代是大部分人都无法接受的一个事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1936年夏天，任何有关辛普森夫人的评论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主流的报纸会自觉地封杀任何有可能会泄露两人关系的照片和文章，即便是进口的外国的期刊杂志，如果有相关文章的话，也会有专门的办事员给他剪下来。但这一切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1936年11月，爱德华在白金汉宫召见首相鲍德温，公开提出要迎娶辛普森夫人。消息传出以后，王室、内阁、教会、媒体和民众都惊呆了。他的弟弟约克公爵绝望地想要自杀，坎特伯雷大主教说绝不会为两人主持婚礼。报纸直言不讳地对此事展开口诛笔伐，甚至有民众给辛普森夫人寄去了恐吓信，声称要在他的脸上泼硫酸。当时只有萧伯纳、丘吉尔等几位人物支持国王。丘吉尔在众议院争辩时说，这是历史上最动人的爱情史，国王想娶他心爱的女人为妻，有什么不可以呢？但这样的声音太微弱了。于是在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以后，鲍德温首相向国王提出三种选择：放弃婚姻念头、结婚、内阁集体辞职，或者退位。1936年12月6日，在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以后，爱德华做出了一个决定。But I have found it impossible to carry the heavy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and to discharge my duties as king as I would wish to do without the help and support of the woman I love.
十年前的这一天似乎是今天的翻版。那一天，伦敦有60万民众涌上街头，全球有7.5亿人收看电视转播。Diana Francis. Hi, Diana Francis. Take thee, Charles Philip Arthur George. Take thee, Philip Charles Arthur George. To my wedded husband. To my wedded husband.虽然在当年，英国的离婚率比起20年前已经翻了5倍，但对于这个婚姻，人们还是真诚地相信，王子和公主将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查尔斯的王子之路，从他生下来就被设计好了。在王室内阁的安排下，查尔斯根据传统习俗接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也与时俱进的在剑桥大学成为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王储。更重要的是，他一直都在接受忠于王室职责的思想教育，包括婚姻方面也是如此。Well, should marry? Should she still be a royal or titled lady? yes. Well, I suppose, you see, it's always difficult because.You've got to remember that when you marry, in my position, you're going to marry somebody who perhaps one day is going to become queen.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of any announcement of your marriage in the near future, can you tell me? Can you tell me if there's any possibility? I'm not going to say anything, please. Right, but Prince Charles did give us a hint himself. He said we wouldn't have to wait too long.戴安娜的出身是个美丽的错误，她的贵族父母原本希望生个男孩继承爵位，两人为此吵闹不休，最后只好离婚。父母的离异给童年的戴安娜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她发誓此生将爱情进行到底。Just delighted and happy. And I'm amazed that she's been brave enough to take me on.And I suppose in love. Of course.但是婚后不久，戴安娜便在宫廷繁文缛节的压力下出现饮食紊乱症状，更因为得不到查尔斯和其他王室成员的理解，她变得非常郁闷，甚至试图自杀。虽然两个儿子出生一度给这个性格迥异的夫妻带来欢乐，但是误解和猜忌让双方还是渐行渐远。I desperately love my husband and I wanted to share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I thought that we were a very good team. Do you think Mrs. Parker Bowles was a factor in the breakdown of your marriage? Well, there were 3 of us.In this marriage, so it was a bit crowded. Something I need you several times a week. So do I. I need you all the week, all the time. 1992年，英国一家小报发表了查尔斯婚外情的电话。在这段不雅的录音文本中，王储婚姻中谣传的第三者终于浮出水面，他。就是卡米拉。其实查尔斯和卡米拉早在1970年马球比赛中就一见钟情，查尔斯一度想娶卡米拉，但是卡米拉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处女，查尔斯知道王室和民众都会认为他配不上大英帝国未来的国王。1972年，查尔斯去海外服役，卡米拉也随后嫁给了骑兵军官安德鲁，但是他们始终旧情未断。
1997年，也就是离婚后的第二年，戴安娜在巴黎躲避狗仔队追踪时突遭车祸死亡。这场灾难彻底埋葬了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故事。2005年4月9日，年过半百的查尔斯和卡米拉在温莎市政厅举行了20分钟的平民婚礼。尽管全球范围内数量众多的戴安娜粉丝仍然耿耿于怀，但显然大多数公众的态度宽容平静了许多。对于这次婚姻，几乎各大媒体都采用了祝福的语调。一位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甚至专门为这次婚姻创作了一首诗，把查尔斯和卡米拉的爱情比喻成曲折蜿蜒的溪水，经历坎坷后终于相伴在一起。最终他们也赢得了王室成员的理解，戴安娜的孩子也不再敌视卡米拉。今天即将大婚的威廉王子在父亲和卡米拉的低调婚礼上担任了见证人。It's a phone ring, yes. It's my mother's engagement ring. So I thought it was quite nice because obviously she's not going to be around to share any of the fun and excitement of it all. This was my way of keeping her sort of close to it all. 当年的小威廉王子长大了，他把母亲戴安娜的订婚戒指戴在了未婚妻的手上，他也早已成为公众心的注视对象。不过在经历坎坷的父母的呵护下，威廉幸运了很多。父母一直在创造条件让孩子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在戴安娜的坚持下，威廉前所未有的像普通孩子一样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上到大学毕业。在查尔斯的斡旋下，媒体也同意在威廉大学毕业以前不会过度的去骚扰他。在另外一个阶层，同龄灰姑娘凯特则踏上了另外一个人生的旅程。凯特出生于6代平民的家庭，她的父母原来在航空公司工作，后来自己创业开了家邮购礼品店，通过辛勤工作也迈入了小康行列，从而得以把女儿送进贵族学校接受教育。2001年9月，威廉和凯特都进入了圣安德鲁斯大学求学。就像其他普通的校园爱情故事一样，他们从相识到相恋经过2次分手，最后经过双方家长同意，终于携手迈入婚姻的殿堂。不过威廉王子也面临着他的父辈们从来不曾面临过的问题。伴随欢快舞蹈进入教堂的分别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伊丽莎白女王、查尔斯王储以及威廉王子和准王妃凯特。不过他们都是英国的特型演员。这是欧洲一家著名的电信运营商在威廉王子大婚前发布的最新广告。
广告通过搞笑的歌舞形式预言了即将到来的世纪婚礼。I think we should retire them. I think for pomp and ceremony they're great, but I don't really see the contribution to. I mean, they have no importance in my life. 威廉王子的心里一定明白，自己的幸运，人们的心平气和，其实反映了一个尴尬的事实：王室在公众心中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弱，越来越多的人对靠纳税人供养的王室颇。这次号称史上最强的婚庆典礼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反对。So they need to spend that money on us, you know what I mean? Give us opportunities and that, so we could get jobs, you know what I mean? Instead of spending all that on all the security and that. 有分析人士预测，这次婚礼将耗资1000万英镑。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英国经济复苏缓慢。目前财政赤字高达1551英镑，王室史无前例地表示将和女方家庭共同承担这场豪华婚礼的大部分开销。即便如此，纳税人还是需要为婚礼的安保和交通，包括皇家卫队和警察的费用买单。更为严峻的是，婚礼的喜庆气氛尚未到达高潮，新一代接班人未来能否胜任职责，振兴王室，让人民满意等等问题也甚嚣尘上，甚至再次挑起了君主立宪制度存废这个关乎王室生死存亡的热门话题。爱情与责任的此消彼长，王室越来越被娱乐化，是即将大婚的威廉和凯特需要共同面对的最大现实。再过4个小时，小王子和灰姑娘的婚姻大典即将隆重开场，这是他们品尝爱情果实的幸福时刻，也是承担责任的开端。他们的这一刻和父辈比较起来，少了一份悲情，却多了一份凝重。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祝福这对年轻人。最后，我还是想把节目一开始歌德的那句话送给他们：无论国王还是农夫，只要家庭和睦，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是来自中国的一张贺卡。